走走走。糖醋油条，两勺糖，两勺番茄酱，能不能成功啊？不知道，试试看吧。一哥，哎，这个是你打的那个糖醋油条，庆功菜，庆功菜对不对？庆功菜，哇，这看起来好棒。这个呢？鸡翅在焯水，我就烧个鸡翅，然后我们今天做凉面。有什么需要帮忙，管家？八蒜，八蒜，给我一半，我来弄弄。我现在在怀疑，这是我这一集做的第一件事，他会不会是暗示我算了吧？这种有寓意的东西，你不得不信哈。对，哇，这么多蒜吗？人多，今天主打一个吃完这顿面，谁都别说话。真的，今天吃完饭，伸腿抓一个小时的。哇哦，妮达 MVP Real Rapper， 干嘛这样啦？干嘛这样？妮达今天也要 Stay Real 哦。糖醋油条，迪哥，给你的庆功菜糖醋油条，但是因为他们那个油条不是那种油条，所以你就没关系 ，OK。来。今天主线任务做饭，已经完成了整季的目标，是吧？对，没错，就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。哇，吃面配个汤，还有老板的妹妹在那里做汤。老板，你这个凉面摊子怎么养出一个 rapper 来的啊？很不容易吧，过的，真是。气坏了。有五位在排队等待。排我后面，王安宇。站这儿，我们要排队。后面有三个人、四个人排队，太棒了。迪哥，哎，完美这个。上菜了。哇，是一种回家的感觉。回家。哦。正宗。可以，正宗，可以。这个是油条，是万妮达的庆功油条。哦，经常庆功就能成功。对对，指定能成。来来来，恭喜恭喜，谢谢，恭喜宝藏三个获得者，谢谢。